家好，我是 Ellie。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是 LV 的梳洗包，那这个的话尺寸是19的，它有15跟19还有26，有三个尺寸。然后它呢，它的外表材质是马冠帆布的，那它里面的话呢，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空间，平常可以放一些化妆品啊、保养品之类的。那它的皮革呢是比较偏软的，那它里面就是没有内袋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大的空间，然后你平常也可以当手拿包使用，都很方便。重点是这款梳洗包不只可以当梳洗包，还可以当手拿包，而且它还可以依照你喜欢的尺寸改造成斜背包啊，或者是手提包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来看包包的细节吧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，那还想看其他包款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那喜欢我们的话，别忘了订阅还有追踪我们的 IG。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